许杯盖，防守换到另外一边去挡住乔登，夹击上来，外线要对防守，还有 Derek Fanner 24号，他也不是菲律宾籍。志凯追着 Ravenna 收球进来，篮板球落到 Fanner 手上，和乔登突破进来了，哇！将军转出来45度角，对、啊，这对中华白的防守来讲是一个蛮大的考验。对，哇，这球掉了，前面的快攻机会，右尾上去了，有位陈伟往前甩去找关达佑，关达佑换到篮筐外。哇，这传球危险，被 Abrinto 抄走。前面马达利利回给麦卡洛，走。吴志凯给拖车，莫华也进来。哦哇！对，两个鸟子。Abrinto 传到底线，何乔登出手去拿球，来再塞，那时间就不够了。因为剩下回到中场，奖评。